气色不错，找我什么事儿？什么意思？我怀孕了，孩子是萧雨山的。 他爸爸不想要这个孩子，他要杀死他。萧雨山一定要让我做掉这个孩子。谢桥，你没有过孩子，这种心情你最明白。当妈妈的心情你多少也应该明白一些。这是一个小生命，他既然来到我身体里。 我有责任保护他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就像我不可能对你有一丝好感一样。可孩子是无辜的，我想要这个孩子，请你帮我阻止萧雨山，让我保住这个孩子，保住萧家的后代。